忽然想爱你，在这昏暗的夜里，手心人是我，靠着你的感受我，很想释放进火，给爱多燃烧一些时候，即兴人也是我，想想你可能关心我，快乐这痛苦到底该笑还是哭，还是拥抱着微笑时的玩具，我们才会满足。却跌跌撞撞不能飞，任凭你忽冷忽热挑逗我那忽远忽近的空间。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，看完烟火再回去，短短时间里我的幸福慢慢地，心里的爱暖暖地，让我好好看看你，说些故事给我听，约定了就在明慧身边的目的地，美妙的遭遇，难忘的感情，都能成为交换心事的主题。说写歌就很像是在写一封信，把我的心情写下来寄出去跟你们分享，当你们想念我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反复阅读。